来种中种行沙佛法，自然法中万物是立体，究竟彼岸动静应空妙，如来种中故行沙佛法，如来种中种行沙佛法。用心来想，咱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啊本具如来种，这个如来种中啊，到底种着什么物件？行沙佛法啊，行沙佛法，敢那一尊佛的佛法，咱都已经呢听，都无法度讲，真紧就了解。何况遐尼多行菩萨所的佛，哎法啊，其实这的法，拢是种在咱人人如来种中。咱也是定啊讲过去哦，佛佛道同。每一尊佛一道，那就是法啦，拢是共款。那共款的是啥物法呢？自然法种，自然呐、啊、法，就是伫自然界里呐、啊，佛陀所讲我的，就是讲我。回归自然的法，看看咱一个脑海中到底装偌侪物件。这思想那是一念无明，明明是好事，却是呢，咱一念心啊，一道心气，咱都无想要去赞叹人。反倒回来用诽谤的语言，这就是咱的一念心。明明人做的是好代志啊，你哪会不爱随喜功德呢？真是好事，咱都爱，甲咱鼓励啊，咱会起心动念不净，咱。开窍动心的影响人的心的方向，这拢是人间彼此吼，这就是道理，看不清楚，所以咱都爱修行，修回归自然，咱进入本性的法。这个道理，这回归咱的真如本性，咱找到咱家己的法种，未受别人影响的，这就是万物之立体，这是咱人人本来都有啊，咱本具的智慧啊。咱现在的人，个人啊，就是个人去用伊的心思去探讨人间，啊，只敢那知其一字，不知其字，这就是凡夫。啊，佛陀的智慧呢，就是整体，伊呢会当知影。整个人间啊，
有法度安尼通铁啦，在梵世间呐，会当有十万亿佛国，不管是时间、空间呐，佛陀呢，总是将这个道理汇合呢，出现在人间，要来教育人人。予咱大家人知影，咱也有教佛堂顶的智慧，咱呢合众人的智慧呢合二为一，会当体会以大自然呢来汇合，那这呢就是自然法藏万物的理体。究竟彼岸，咱现在的凡夫，凡夫的初眼呐，就是无明啊。咱的内心拢是呢，一挂杂念无明啊，了解拢是真的真少。佛陀呢，就是要来开化咱的心，要予咱透彻了解，在这个凡夫的初眼，会当到达圣人的彼岸，予咱呢会当了解动静影空妙，甲佛同款的心。虽然咱在这个人间呐，都亲像一个影同款影。是真的吗？这就是空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影呢是非常的微妙。敢会记得一段的故事啊？一只鸟啊，飞啊飞啊，那在军团的内底，哪怕是跟夏利佛的影人，伊也阁是真袂安心。啊，来到佛的影人呢，伊就会安心啦。就亲像咱若会当甲这个法入咱的心来啦，转凡夫啊的观念为圣人的妙法，用在咱的生活中。这呢，好亲像伫迄个佛陀的影，受这个影来甲咱庇护，就是幻呢，会当予咱防非之恶，这就是用法啦。所以如来藏中啊，故行三佛法，如来藏，咱人人本具。佛陀讲这呢济话，予咱听，咱呐听一行，会当了解十行。这呢，就是咱本来具有伫咱的如来藏中，人人本具的佛性。所以，期待咱人人学佛闻法啦，应该爱用心嘛，咱精明呢。经文阿弥讲，如彼供主得见其父，随地诸佛啊，心不虚弃。我等随说佛法宝藏，诸无智愿，亦复如是。彼供主啊，虽然啊亲近着老爸。啊！入这老爸真豪华的下体来，那虽然知影内底这的宝物，啊嘛替伊伫咧掌管这的宝物，但是心呢也阁无甲这的宝物当作是家己的，就亲像咱即马伫咧听话，啊，我知啦，知而不改呀、啊。
好，咱都爱知啊，这个法知甲变咱的，安尼才是真实法。确实呢，咱只是干那知，而无去体会那佛法的宝藏啊。我都讲给大家听，但是呢，我家己呢，自无次元。我听佛讲的，唔是甲我讲，这是佛要甲恁讲的，所以我照佛安尼甲恁讲，所以唔是我去，是恁爱去。啊，这都是咱人人的偏见吼，那都是修的家己啦。唔敢去行迄个难行道，所以伊讲我定随说佛法宝藏，自无自缘，亦复如是。哈、啊，那每遍呐读到这段呢，哈，我家己都先反省啦，哈，我家己敢唔是安尼呢？那是一直咧讲哄听。做拢别人去做诶，啊，唔是我做诶啊，哈，嘛会起惭愧心嘛。不过看别人做，我会真欢喜，我会得到一点点啊随喜功德。会当讲对啊，你安尼做对啦，就是爱安尼，这叫做菩萨道。让大家人更加安心，菩萨道上呢，爱搁在认真行。世间呢，需要菩萨，才会当救度众生。一个人的两只手，会当去做偌济代志呢？这拢总是爱人人的心共同净化，人人的力量呢？共同付出，安尼呢，才会当化畏土为净土。佛陀来人间，就是希望人人呢，把这念心念转过来，转凡夫呢为圣人的心态，为菩萨心呐、啊。下面。一段文才阁讲吼，我定内灭啊，自为为着，为了出世，竟无一事。我定入门正佛国土，教化众生，多无嫌恼啊！假若尊者。这安尼的譬如叙述啊，嘛是呢，伫咧忏悔悔过吼，那忏悔过去啦，就是安尼修的小心，无发大圣心的念头，啊，现在年纪大了。佛也是老迈了吼，过去就是安尼，就是干那顾的家己断烦恼啦。下面的意思就是讲，己自己己小行，把它修好的小行啊，在这个地段为因，地段地就是明白真理，明叫做地德吼，断尽烦恼。名为断德，所以叫做地德断德，
简单叫做地段为因为知识，干那执着地，要安怎修智慧？要安怎呢？断烦恼无明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菩提与涅槃。干那想要求一个菩提道，菩提呢，就是地定啦。那涅槃呢，就是断灭烦恼。干那修好伫这个所在吼，干那要了解道理，还要安怎去除烦恼安尼。所以，故不希求大乘涅槃。所以讲，五定内灭，自为为上。内面呢，就是内心嘛，这种熄灭烦恼啊，已经熄灭贪嗔痴了吼啊，自以为讲啊，我已经呢看透了人生，所以我不嗔，我嘛无有痴念嘛，因为呢，我了解一切空幻啦。所以我安尼，阮照啊啦，内灭啦，就是灭见思定沙无明三种的色，哎，这三种的色，拢总断除呢，唔是干那讲哦，灭除贪嗔痴呢定，或者系无明啊。那无够甲讲吼，真微细拢断啦，好亲像精子。你那无有甲低甲拢总低调啦，这种无明的精子，同款会阁生出来。所以讲内灭啦，小性呢，一到贪嗔痴灭，安尼伊就完结啦。其实呢，见思定沙无明色，也个真多吼。那所以，这无明啊，要安怎样去灭啊？要伫人群中来试验，咱到底呢是毋是拢总灭尽啊？呢，咱若无灭尽啊，入人群中啊，或者是虾米境界一来呢？那还是烦恼再起哦，所以必定要别离定沙歇，所以讲断见思歇，见就是分别哦，那意思就是讲已经对定见起下见明见歇，那呢已经啊。在这个法庭里啊，就是种种咱所看到的一切啊，这是我爱，这是我无爱，去伫迄个所在做分别啦，分别我爱，我就是贪嘛，所以不得手段啊，伫迄个所在去做作烦恼无明啊，造成的伤害着别人。是作业吧，就亲像安尼啦。这个法，这个意呢，对境界就是叫做法定，就是法啦。这也是叫做定境。在这个五根呐，去对外面的五境，那内心的意呢，就底下做作呢，善恶法吼。先发是啊，众生苦难啊，
咱爱用所有的心力去做救济、救拔众生，也那是恶，就是邪见呐。起到邪见吼，那所以明见性。思就是思维啦，用真深的心机呢去做做，自己做，教他人做，啊，大家人共同呢，那就互人拢总呢起无名啦，啊，这社会动乱就是安尼呢，这拢是对贪念，这是思维吼。这种的思维呢，善恶，那那是思维善呐，那就是思维修啊，这也是修行。但是呢，思维偏差，那就是凡夫修贪染吼，那一贪染呢，那一世人就真糊涂了吼。所以眼里必色心，我今。阿尼呢？贪爱呀，色声香味触，而起相着啊，这个念念不忘呐。所以呢，叫做思想，思那就是一颗禅，搁一念心，这个禅呐，就是爱去做做，你也静止落去啊。不断地下做作，真呢，这是思维吼，这个无明精进入心啦。啊，咱凡夫不断去改复制，复制这个无明烦恼不断呢。啊呢，就亲像咱伫咧种田，一粒精进啊，一生无量，无量从一生吼，那是一念心。向善呢，就是一切皆善呐，啊，会当当祥和人间呐。也那是一念恶，人人恶啦，那就会作乱人间哦。这都是咱人生干那一念心呐。那么处就是见思行吼，那见的无明。的血吼，那思维无明的血，看不通，想不开啦，这名叫做血，无法度通去体会真理，那就是因为无明遮盖吼。这种的见性、思性啦，就是通在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人呢，共同爱断的，就是爱断这个见思性吼，这个无明啊，拢总是修行者呢，拢爱断。那净灭体灭。就是已经把烦恼啊，完全的拢总去除啦，用刀来灭除呢，咱的烦恼，那么烦恼灭除啦，才会当证吼，那真正证明咱已经呢无明拢去除，
道理现前，这叫做证。看到这些道理啦，咱拢总清楚吼，安尼叫做智。所以呢，证悟空真如啊，成无学果吼，咱爱证无我吼，那付出无所求啊，三轮体空啊。咱若会当到安尼啦，就是真如，回归到咱真如的本性，咱一定呢爱到个无学果的程度，咱学真啊啦，说法我拢真了解啊，这物件直直切，就是乎你直直切切干呢，拢无涂刷好切啦，无分也好切啦，安尼呢？叫做无学果吼，就是结果这物件拢清啊啦，外面的境界呢，山河大地，山来叫山，水来叫水吼，拢总呢清明啦，这呢叫做就安尼，这是真正的满足啦。但是呢，这小圣者呢，感觉讲吼。为了出世，更无意思啦。那我就是，干那专心来修行，修行断烦恼都好啊，无有个其他。安尼，我都已经呢，真无用啊呢。其他呢，甲我无了无关系啊，就是安尼想吼。所以，但了成事啦，得了凡事，这就是我的本分啦。并无以外大圣之事，用遐大圣一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敢是安尼呢？佛陀希望咱啊，就是爱真正回归如来藏中啊！哎，咱爱了解藏行沙佛法吼，咱应该爱来了解哦。自然法藏呢？是万物的理体吼，咱这是伫咱人人的本心的内体里啦。所以咱所种的呢，是自然的发种，万物的理体，咱来好好去探讨啦。那咱的如来种呢，无有比过去行菩萨佛较少吼，是过行菩萨佛啦。所以咱如来藏啊，智慧法藏呢，拢是伫咱的真如的内底。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